有好多说，哎，你现在画的这个跟小学生画的似的，对，那就对了。以前我们认为玉雕必须得绘画基础特别好才能做玉雕，其实不是的啊。玉雕造型艺术，它是关于空间的，跟我们平时认知的绘画的美不太一样。我们平时认知的是关于线条。你看我早期画的这些，追求画面的这种好看，特别的平面，现在就没法看。你看这个开始不再是优美的轮廓线，开始关注整体的体量、空间。贾克梅蒂在这块就做的是超级牛的。画草稿的时候，他思考的是雕塑，这个就是我画的关于空间的绘画草稿。我们是在石头上绘画。